同学们，在上课之前啊，老师有一个问题要问问你们：你们在生活中见到过巨人吗？戴着口罩，费力的讲课，后面的孩子们都听不到，怎么办？十度多功能扩音器助理课堂，有了它，轻松上课，纤巧机身，携带不费力，无线、有线双版本自由选择。采用高保真双磁喇叭，声音强劲有力，蓝光显示屏，状态一目了然，支持 AUX 功能，可作为音响使用，插入 U 盘或 TF 卡即可录音，大容量锂电池，可连续使用15小时，配备专业腰带、腰挂、肩挂、斜背三种佩戴方式，十度多功能扩音器，让讲课更轻松。